花艺金库，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丽 Alvic， 全球领先的铝镁合金复合材料车轮制造商。Hello， 各位观众，这期的你要卖多少又来啦？有看到背景是什么车了吧？有啊，这一看就看到了运兵车，这不算高级运兵车，这个叫做早期的运兵车。没有，它早期还没是运兵车，好吧？这是2012年的车友大的 Alpha。哎呀，你们听王阳明念 Alfred， 怎么你再念一次？他好像是念，不是 Alpha， 这什么台湾念法 ？Alfred， Alfred， 你是如何把 Toyota 念成一副我买不起的样子？可是这一款比较少嘛，这早期的2012年已经12年前的头批的 Alfred， 那个时候是3500cc 的，啊，那时候就等同冠美丽 Camry。还有等同 ES 350，好，2012年的哈，我跟你讲，我觊觎这个车很久了。为什么？新的买不起啊，之前不是很久以前有买过吗？那时候买得起，现在买不起了。买一台车，动不动还要这样加价、加价排队，还要绑定这个租赁、绑定保险，甚至还要配车，你知道吗？买精品哦。靠，刚刚买精品，你今天我跟你讲，最早还配 Supra， 后面还要配。GR Yaris 嘞，真的假的啦？现在是已经都配完了，现在 Supra 跟 Yaris 现在没了啊，因为配光了啊。你为了要买新的 Alpha， 你要尬买一台 Supra， 然后有的人就先定嘛，啊 Supra 先领到车以后有没有？整个50万80万的先卖掉，那就等于加价50万80万买 Alpha， 还可以这样操作啊？你想要早一点拿到，你就用配的，精品都是这样，你不知道吗？好不好？我们没有那个 Cuse 啊，我们只好买旧款的、啊。旧款的再贵我都买得起啊，它是能贵到哪去？我就问了、啊，我去日本啊，那种包车网站有没有？不是包养网站哦，我们要听到包这么兴奋，包车网站包到的那个车子啊，来都是 offer 呢、欸，他们那个有减配版的啊，一台都不到100万，好像80-90万就买得到。有冷气吗？你看不起谁？不是生产国呢？你是看不起 i 六仔还是看不起生产国？你想选一个？我是想说那边很冷。你要不要问有没有挂万国旗？啊、万国旗有没有缺一面？我们把它拿下来了、哦。车上有没有挂万国旗啊？有没有被剪掉一面？我严重的抗议哦，没有我们的国旗哦。你严重抗议，我今天。车上如果没有这个国旗，我不坐了。我不坐了，对，我不坐了。我跟你讲，它有减配绒布椅的，正常比较高规的不是第二排是双人座吗？嗯，它不是，它是二，然后33这样，33你知道吗？柯文哲说：“啊，你怎么那么晚才来接我？”啊，抱歉，我33来迟。现在要讲这么敏感的吗？鸡巴丢席，你是嘞？好，估车，好，2012年的3.5的，好不好？这个早期，所以我说呢，这个车我觊觎它很久，是之前我在拍卖场看到好几次都很想买，碍于我都没有看到车况好，就里程都偏高，因为大部分那个时候哈、会买这个车回来啊，都拿来当商务车使用，所以呢，我就觉得说太多我又不想买，因为买不起新款的，买个旧款回来过过干瘾也不错啊。虽然车头旧了点，好不好？我们先研究一下车况啊，车况好的话，我们搞不好就有机会了。我也有运兵车可以坐出去跨婚点，美婚美婚。对，要不好来混点灭混。首先看一下里程数啦，好不好？里程数是关键啦，里程数太多就叫他再会五保请回了嘛。对嘛？好的。等一下，没有保证我要买，请你回。哦，哎啦，没有保证一定会收啦，请你回去啦。好，那 Toyota 看这个方向盘，看这个椅子上下车，看这个内装的样式。我跟你讲，这台车绝对不超过10万。真的哦。嗯，给供立 flag 了呢。92000有没有？哎呦，我刚看过了，好贼哦！废话，拍片前不先检查一下啊？不然等下拍的素材不能用，还得了？单记忆电动椅，你看油油亮亮哎，黏哎，黏哦，环保嘞哦。缝到这里就是黏，不到这里就不黏。啊，圈圈圆圆圈圈，一共有6个圈圈。啊，还有张学友，你有听过没有？没有呢。1234567，76543211。你问我有几个七？我希望能有7个7。啊，你没有听过1234567？没有，每一个都有，你不知道吗？给我一杯忘情水。不要2杯忘情水，一杯就好了。先看怎么撞嘛，
我跟你讲啊，看到这个2012年的12年的车跑92,000，不买吗？来，这时候那时候都玫瑰的，玫瑰会有这个黄贴纸，会有 collection， 那是 caution， 哎呦。Caution， 不能当 Sunny One， 这里有 Caution，Caution， OK， Caution， 好的，还有 Notice， 好不容易看到会念的，多念几句啦。Notice， 电瓶2012年的，今年2013年，一年前换的，好，自然的灰尘，还是照一下好了啦。哎，会怕？这不是怕，这叫做小心驶得万年船。哦，好哦，不然怎么削你这个老狐狸？漂亮，你看这螺丝那么漂亮，表还在，有没有？我跟你讲，我对这一代的 Toyota 的引擎非常有信心。你看那么多车都通用，所以零件又多又好，又便宜。哎，这跟 Camry 是一样的，可以可以用的。OK， 外观看一下，我们看，顾着跟你在那边拉低赛，都没有看外观。哎，它是轮圈盖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不用，先别。别嫌弃这个地方，你不觉得这个侧面看起来是轮子特别小吗？这一定得换掉吧？这就是要换一个那种 VIP 大饼的那种大饼圈，它出小的片式大饼圈，那个饼凹还要凹到可以放一个烟盒进去那种程度，还有那个气势嘛，运兵车呢？对呢。哦，这边稍微卤流，开那么大一台，稍微卤流是合情合理。哎，这里啊，凹进去了嘛？对。哦，这种车都遇到限高的问题，就出啦。推推掉，好错了，胖胖哎，对啊，哎呀，这也开掉了，哎，真的嘞，对啊，这就开开的、啊，好，外观还有没有？哎，外观其实整体还不错哈，那我再来看其他板件，哎，螺丝，螺丝还不错，虽然这个中控台是年哦，嗯，它这一批的中控台都会有这个问题，2009年到2012年 ，Lexus 的车系 ，Toyota 车系，就有环保漆那个年的问题啊，不过门板还不错哎，哈，这都皮呢。啊，下面是硬塑胶，啊，这里有一个银色饰盖，那这那时候就是那种仿黑色的木纹的，哦，这里可以放一瓶饮料，好不好？哎，重点来了，哎呀，电拔门啊，就是要买这个而已啊，酷谁啊？然后这个踩一下，我看一下屋顶啊，好，屋顶没怎样，啊，门的螺丝也没有拆啊，调到这里一个，调到里面这里一张后叶子板。OK， 上面螺丝这里有没有 ？OK， 哎、欸，看到没有？这种有翅膀的哦，它这样呢。哎、欸，还有灯条哎，这是灯条吗？对啊，灯条啊，气氛灯啊，哎、欸，哎，哎呦，哇，会卡呢。我不好意思踩，因为它是米色的。哎呦，你有在往后躺吗？哦，哎呦。因为它前后是要手动的，对啊，前后手动。哎、欸，这样最顶了、哦，但我脚不能伸直呢。是你太长还是它太短？我一卡就等哎，你知道吗？我一卡就等哎啦。哦，你哎，我一卡啦，你的脚啦。哦，我一卡就等哎。讲话要好好讲、嗯欸。这是什么？控制前座的啦。啊，它这个我跟你讲，它像以前那种高级车，你知道吗？以前那种高级车这边可以挖空。为什么？你坐这里，脚可以伸到前座去。哇，老板这么屌，司机闻你的他妈的香港脚。啊呢，得空哎，各位开我的钱，下力来开车。啊呢，闻闻味道刚好而已吧。给你付钱来闻老板的脚臭味，该请吃宵夜了吧？哎呦，哎，我喜欢这种有靠的，有靠的真的不错，睡起来。好，这盘子是可以掀的，有没有？好。蛮棒的杯架啊，放架就是一个走道、啊、放饮料 ，champagne， 干杯哩，82年拉菲，好 OK， 吃拉菲喝拉菲，小翘着有没有？拿个香槟要摇有没有？一定要摇嘛，一定要摇，跟雪茄一样，也不知道摇什么啊，因为要摇嘛，要醒酒啊，哦，那叫醒酒是不是？对对对，他摇的我都醉了，他还醒，他醒了我醉了，好摇还叫闻嘛，哎、欸，都要闻什么嘛？不懂就装逼嘛，不懂也是要装一下哈。抿一下嘛，有没有？啊，雪茄也是要这样摇嘛，坡下哥啊，转圈圈嘛，有没有？也不知道在转什么嘛。我看到这里我就估不下去了呢，有点热啦，要开冷气是不是？对啦，先发动一下。哎、欸，它冷气还蛮凉的，我这样站在门口都吹到了。Toyota 是做什么的？冷气。哎呀、啊，恰弄派，人拢死啊，拎起过去吹，直接当冰柜，利益深远呐、啊，你懂意思吗？他想的比较远，他想得很远啊，直接帮你保存遗体啊。
这个可以剪吗？不行吗？不行吗？我们只是夸大而已、啊，我们在说明说 Toyota 冷气有多冷，就跟 RP 的音响一样，车撞坏音乐还在播嘛？对啊，放音乐帮你超度嘛。它、啊、这边后面哦，也可以调温度，自己调。老板一定要自己可以调温度吧？我觉得差一个什么叫电浆玻璃。哎，新款的 LM 就有了，按下去，哇哦！上次听说那个电浆玻璃一片，好，这样一整组好像两三百万。你听他在胡乱，叫外面做就好了。真的假的？还大阿六仔都有做，看你是要电浆玻璃还是直接玻璃，就可以妈投影电视，大家可以弄那种像海洋一样，他妈那边飘有一幕的。啊，这里还有那个 DVD 啊，哈，那旧款的。哇，还有萤幕呢，有一个小萤幕，但我不知道好的坏。看小萤幕，它只能插 DVD 啊。我现在你要先买到 DVD 啊。现在 DVD 有的都是以前的，什么陈马美啊，哎嘞，白石茉莉奶啊，草莓牛奶啊，你今麦买得到拢迄种古的啊，你知道？啊，还有迄个叫做苍老师，苍老师，苍井空啊，苍井 Sola 啊，我都忘记了。你看我多纯洁，我也忘记了，都记得新的。种种譬如昨日死。今日种种，譬如今日生。我只记得那个 Joy Jane， 啊，我记得我老婆的名字啊。确定哎、欸。哎呀，哎呦，哎，不错啊，还有一个天窗，可是它天窗好像可以开后座就可以控制了呢。但是不能通风不能往上翘，只能往后开。哦，前面也有一个天窗，但前面那个天窗好像疑似只有手动。等一下我再去前面看。好，它这边有一个上下车的手把。那什么啊？这掀开是杯架呢，所以杯架有四个呢。这么爱喝哦？香槟。电浆玻璃的亏了，这司机边开怎么他妈的一台车一直在那晃，他在晃什么？那怎么会晃？老板在后面健身呐、啊。健身哦。对啊。这么辛苦。在摇呼啦圈。工作之余，老板工作之余要健身嘛？啊，或者在后面跳跳绳呢、啊？你知道，你就知道这老板多认真了。唯一的那个坏处就是，他这个气氛灯应该不能换颜色，就是以前的那种对旧款。我也不错啊，有一种昭和感，昭和感就是那种八九零年代的那种感觉。可是差别就在于，我觉得它这个比起新款的哦，它这个扶手太细了，对，可能以前的人手骨没有那么粗啊。啊，你现在比较粗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现在人手骨，现在的人啊，人在进化，现在的人手骨比较粗。是哦。对啊，好，然后这个椅子啊，坦白说哦，不如现在新的那个椅子做的那么大气。这个椅子就是现在看起来就很像一般轿车的椅子，然后只是稍微做个腿靠，然后头枕两边在做支撑而已，就没有那种特别像沙发的感觉。新款的看起来就有那种口皮奶鸡皮啊，口皮懒胶皮一种的，有没有？哦，感觉起来就像沙发高大上的那种感觉。那这个看起来就比较像以前那种 Camry 的那种，有那种老车的感觉。但我无所谓嘛，我们只是感受一下那个运兵车感而已。那我们现在继续把它看完哈，然后看第三排了。观众看小智在那边爽，算是旧款的，如果我觉得也是蛮开心的，你不觉得？我反而新款的没什么，过吗？满街都是啊！你想要跟别人不一样？也不是如果我有钱的话，跟别人一样我是无所谓啊。我已经那么多车了，你叫我再花个两百多万，然后放在那边又不常，又没有司机。可是如果一台车几十万，能力范围内吧。好，看后车厢，这个我知道，它这一代有一个缺点。什么缺点？你如果用手到后面按这个后车厢是没有电动，遥控按也是有电动，但是你人到后面按，我有问过，我有一个。有这一代的车子的朋友，他说因为会来这边开门都司机，老板不会自己开啦。不会啊，老板走到这一边，小陈，妈的，新来是不是啊？没看到我要拿行李了是不是啊？你开晚了就被叼了嘛。所以就是你在里面就先按好，让老板按你来。今天你当商务司机，客人下来你是忙就要冲下来开了。对啊，你怎么可能让客人来这边自己开？没错。好，来看一下后面，然后后面的位置你看其实还不错，我刚刚已经推到很后面了，对吧？对啊，但是你看哦，其实后面这一排座位还蛮大的，脚步空间还不错，很屌。然后各有两个杯架，啊，他们都是两个起跳。但是你看这个头已经接近在后面，已经突出这里了，你看，有没有看到？然后这个怎么说？扩大空间感。啊，我找到了啦。啊，你怎么用的？在这儿。哦，还有一个拉柄啊。没啦。然后嘞，啊，我怎么扩大空间？我记得可以往旁边折啊。不动啊！隔壁有在吗？有啊。阿克，阿克，阿克。他做的动作我刚做过一遍了。
这个箭头，推到箭头这，然后呢？箭头对箭头，有没有？哦，箭头对箭头，有没有？然后这个插这里，哦，还有一个地方给你插啊，没有，就这样。哎，而且还铺好这个垫子嘞，一层膜哎，这是原本就有的吗？没有，是后来铺的。哎，我还没看螺丝啊，看玩那么开心，白天哭到晚上，妈又乱玩。好，你看它有电尾门啊。哦，它原来没有，有关没有开啊。这批比较不好看的就是它的后灯比较大趴一点，它这个灯的做法就很像以前那个阿巴龙，那时候偷塔一台阿巴龙，它的灯就类似这样。好，它酷一点，有人把尾翼做得很出来，有没有？好不好？好，啊，再看一下标签，两张都在。好，最后一个门看一下。哎，它这太多东西可以玩了。门 OK， 螺丝 OK， 好，没撞。门板蛮漂亮的，它门板其实都固得不错。它是什么？哎，眉笔呢？Call me maybe 啊！你看那个门开的，对不对？从这边可以关了。你看路挡完全没有震动，有没有？它那个排挡的那个样子跟每一台Toyota都长一模。对啊，然后这边有一个烟灰缸嘛，哦，烟灰缸。然后这个就是那个旧的Toyota的那个美式哦。这不是，那时候还不是车美式。好，它的方向盘没有什么功能，就定住而已。哎，这个这时候仪表板还蛮好看的，它两圈有点像 IS 的那种感觉。然后这里有一个那个中央扶手嘛，哦，中央扶手一样，两个杯架，好，哦，它中间的隔板可以拿起来，有没有？我记得这个可以推呢，对，这就写 side lever， 这是什么意思 ？side lever 这里，哎呦。好不好？哎呦，好 ，slide 啊！啊 ，slide 啦，比赛啦！哎呀 ，slide 啦！我啊，他妈吐槽的不露痕迹嘞！啊，它可以像那个阿瑞亚一样，有没有？你看那时候人家就有了，对嘛？只是现在把它改成电动的，领先十二年呢。类似啊，类似的功能，所以它这边有一个走道嘛，有没有？它这真的亮亮的，明显哦，很亮。这里都是啊，浮油，它会出油。哎，超明显哎！哎，它是真的有胶哎，它真的有汁啊，有水，有没有看到水？有了，有，有没有？有，哎呦，这可以开吗？可以吗？哎，只能这样哎，往上凸一段而已，一小段，没了，就这样，好了，买了啊，决定了，它是能卖多贵？这新车多少钱？240万，日本原装进口 MPV。顶级旗舰 Toyota Alpha， 哎 ，LED 室内气氛灯，哎，它是 LED 的，是 LED 的，深褐色木纹，新增 Eco Drive 的模式，哪里 ？Eco Mode 呢？有呢，3500的还要省油哦，还有一个新洗大灯呢，还有，有没有洗啊？我刚看看，你去看。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来你洗。哎，有哎，两边都好的，真假的啦？真的啊，那怎么洗我了？我洗掉了，去买了啦。真的假的？好车不买吗？不要回来，马上走开。等一下，怎样啊？轮胎都没有看呢。不用看，那换掉了啊。哦，不用看吗？回来都换掉了啊。啊，要讲价钱是不是？对啊。不用讲价钱，他说多少就多少了。真的假的？好了，不要走，不要回来，马上走开啦。好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，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。哎，轮胎几年的？按怎么还是看？看很贵，看得像2020年的啦，也是要换的啦。好啦，装一下而已啦，节目效果啦。啊，买好了。啊？说要买要买，我看很久了。这个是我特地报天，哎，不要再开始卖我了。我先讲，我今天讲完这我买这台的价钱之后，不要再来，我不会再买这个价钱。好，2012年的 Toyota。Offer 3.5 的 V6 的旧款顶级旗舰运兵车，哎，我觉得旧款的反而看起来比较斯文，比较不会像运兵车。新款的看起来是比较像运兵车。太坏了，太坏，太坏。So bad, too bad, bad boy, bad boy。最后呢，我们入手的价格是67万元，锵锵，很贵啊，67万呢。我之前在拍卖场看到50几万的，那你蛮贵。白色，里程数低，最近很闲。最近这才是重点，对，找点事做。观众都会说，为什么小事啊他的你就收？我上次一样的车问你不收，我跟你讲，这就叫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天时地利人也要合。我也是人，我也是有 emotion 的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
对不对？我也是有情绪的嘛，我有时候心情好，心情坏，什么开始卖北京烤鸭，北京烤鸭，哇，类似嘛。对吧？有时候我想买北京烤鸭的时候，我也是会买北京。不想吃北京烤鸭，我也是不想吃的啊。反正就是有时候观众也不要太那个，就是有时候我们真的就是遇到缘分啊。不过这台的确我是看很久，之前看到50几万的都是那种跑15万、18万的，太多了。对啊，叫我买50几万，我宁愿贵一点，买颜色正确、里程正确的车子，好看起来还不错，有在照顾的车子，反正自己要留着的，买好一点。你要越又留着，啊！我买这车我不留干嘛？我现在万事俱备，只欠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司机。怎样？谁要当司机？我不知道，我车已经准备好，还缺一个司机啊。看是要柴可夫司机啊，还是李文司机啊？泽伦司机啊？泽伦司机啊？泽伦司机啊？好了，那今天的这个2012年的 Toyota Offer， 我们最后成交的金额67万，好做参考，要乱买的，真的是乱买。好，那这台车呢？回来准备来小搞搞，对不对？轮框啊，车准备一下，跟大家分享小思的这个运兵车。好，那喜欢影片记得订阅，非常感谢，让下次见，又有车可以玩，拜拜。有没有人是这样的？车先买好再来等司机，你也可以那个啊，房子先买好再来等老婆嘛。对啊，类似那种感觉啊。你现在就这样是不是？我没有啊，车跟房子先弄好啊，然后等一个老婆。哦，你就这样，我哎、欸、富二代你哦，我来富二代你哦。要接到这个话题，被我弄到没话讲。然后那去相亲啊，那女的问男的啊，他说那个啊有工作吗？啊有工作，有车吗？啊公车啊有房吗？我开好了。你不是问我，我老实啊。你问我有房吗？有啊，开好了啦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，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，发翼金库，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丽 ，Albic， 全球领先的铝镁合金复合材料车轮制造商。